你要是留下资料，你说啊，我不小心弄错了就算了，你那个若是恶意的留假资料，当然追杀你了。我会有交叉。你说直接公开了胡锡言、嗯，胡锡言，你是认为说他在害过？不是、啊，这个是这样。你要是留下资料，你说啊，我不小心弄错了就算了。那个若是恶意的留假资料，当然追杀你了。有些人说有点像是侯友的口吻。其实我们态度还都一样啦，就是说我们好言相劝，先好言相劝嘛，不听那当然只好霹雳手段了。这在政治上这叫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啊。所以你侯友的做。还不错啦，他做的还不错。有里长认为说罚到百万了，虽然中央寄出罚到百万，就是居家检疫者10年，可是其实真正在罚还是没有到那么高，是不是还不够？其实我倒觉得有罚到比较重要了。哇，是这样，处罚的目的不是处罚嘛，处罚的目的是管理嘛。所以坦白讲，罚个1万2万，然后到7万，我都觉得我天哪，7万，我这7万很多的，7万你罚7万你不会痛啊？